来，今天呢，给大家继续演示，演示贴 OC 胶，在这个贴好 PC 的盖板上贴 OC 胶啊，贴上 OC 胶，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就这模具确实是非常好用，全能，不用不知道，不用吓一跳，啥都能贴。没有它贴不好的东西。好，先把皮肤擦一下啊，擦干净。OK， 撕膜。放好，然后就是如此简单。今天还用大村科技的这款贴合机啊。哎，老铁们啊，再次新鲜出炉了，看看效果啊！啊，用什么词儿形容它呢？牛什么 glass 哈、啊，有点不文明。老铁们，如果手里面啊有那个爆盖板的，你寄过来，我给你免费换，免费换，免费修啊！现场直播给你看。